在600多年前的明朝。如果不是郑先生仗义相救，我们就灭族了。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，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，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，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。始终美好，初一，农历新年见。今年个农历新年，美人鱼祝大家年年有余。